我靠，都这么晚了，明天一早还要拍摄由我主演的木曜工商，然后现在还有一堆资料还没整理完，光是从手机上传下载到电脑就花了我老半天啊，干，难道我的人生就结束在这里了吗？ジェリー先輩頑張って、我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助你哦，只要用 B Drive，所有的资料、档案、照片，在你的手机和电脑里都可以畅行无阻哦。使用 B Drive 不仅可以将电脑备份，确保重要资料安全无虞，还可以自动同步多台电脑的档案，工作随时可以无缝接轨。大量的手机照片可以透过无线快速备份，省事又方便。如果是手机上的档案资料，还有 B Drop 档案功能，透过 WiFi 及时传输手机档案到电脑，省去上传再下载的时间哦。又跟大家都叫了，耶！这个晚上呢，要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呢，来看一下他们的雅琪亚啦。现在看到这个巴沙里面的小吃，开始兴奋起来。你现在随便看过去啊，什么罗巴啦、碗汤面啦、河粉啊、炒面啦、拉面啊，你知道吗？猪肉饭啊，而且是泰国猪脚饭哦。芝叉就是他们的那种餐厅啊，你们讲一下芝叉好不好？有点像热炒店吗？有点像，但是它的东西比热炒店再升级很多。来马来西亚被讲，哎讲龟汁喽，龟汁就是很多内脏，有没有卤的？我们再听一下，对，龟汁是什么？内脏呢？乱炒，没有炒，是卤的。哦，你听我说，我现在想要喝一杯清凉的，你赶快行动。这边应该有一种叫做三酸呐、啊，三酸，甘油脂，不是三酸的，就是那个有那个柑橘嘛，然后那个柠檬嘛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吗？要加几袋柠檬啊，几袋酒。哦，那三个不够喝的没啦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快买了。期待出发，出发，快过来我们吃。这也很好吃，哎，三酸了、啊、很多酸，过来，这种酸了、啊，你要喝这个橘仔酸梅汁、苹果酸梅汁，我建议你们是拍吃这个酸柑酸梅汁，很好喝。现在来到一家卤肉店，但是有点特别，它的卤肉都是炸的。今天到花，蔡哥点餐，蔡哥点餐中，它这个有个锅子，有没有看到？好像在卤哎。泰国猪脚，好大根哦！我吃什么面？好啊，豪煎，豪煎，看起来很好吃哎！这是拉拉，拉拉是那种，这个这个叫做拉拉。啊，这个我的招牌，招牌一定要点哦！上面小的大的，大的喽！坐那边好融入这里，来来来，很像当地人。点餐完毕。哦，哎，这个酸柑一喝停不下来啊！卤肉，卤肉啦，肉麻嘛，这个肉麻好吃咯。感觉牛啦，太牛啦啊！好，哦，它跟酱汁有什么特色吗？它每家的酱汁做的不一样。哦，这样子哦。我请小花买了啊。好。像要求西兰布达好吃，他为什么要吃这种酸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马来西亚很多炸的东西。嗯，甜腻。对。它的豆腐好特别，它豆腐跟虾子一起耶，蛮
蛮特殊的，是台湾没有的味道。我跟你讲啦，马来西亚其实讲起来哦，除了几个特定的小吃以外，很多都是自己发明。你去看他用的虾，这样大，你多多加嘞。它的那个粉条很薄哎，跟台湾的口感不太一样，然后又辣够味，然后最后超好吃，这超酷的，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皮带卷，皮蛋卷。对，泰国猪脚啊，哇，太大盘了。这个卤的很像是卤大肠哎，好好吃哦，好嫩哦，好好吃哦。拉拉，我讲话没有啊？拉拉，他这个拉拉他是怎么样的啊？他是因为以前有看那个丁丁拉拉。我好像适合住在马来西亚哦，但是这几个哈都是属于还不错吃，但是就不到说哦这样子。然后还有更厉害的，我也觉得这很好吃哎，也不错。对啊，所以还有在更地道的。有些店那个是早上很早开的那种。啊，他家魔鬼对。很好吃哎，它外面有点像是那种沙爹的酱。这鱼好新鲜。对啊，很好吃哎。这鱼超屌，槟城真的是一个很好吃的地方。别了 ，Yes。我榴莲冰拿来。榴莲冰我不吃啊，你吃给我看，我想看啊。冰我不能吃啊。它其实不是冰啊，它是真榴莲，真的榴莲拿去冰。真的榴莲拿来。对。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他跟我接这么接近啊，让我想吐啊。来来，我们闻一下，闻一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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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吗？跟我闻就好了。他自己有一个。你先拿来吃，你拿来吃一个。不用，你拿来吃，他自己有，你拿来吃一个。开始给我，来接你的，来接你的。这个画面很惊讶，2023年最惊人的画面，他在吃冰说好好吃哦，天哪！我在家里有榴莲冰了一年，我都不敢吃啊。今天算是让你尝到了，那你们害的啦。应该还美味吧？这真的很好吃吗？很好吃，你要吃看。他问我的哦，他诱惑我，没有办法了。我这里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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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着给我，站着给我。我来，我尽量躲开，我尽量躲开。坏的。啊，咋了？没有，他是说凯哥你不要讲话，我错错。味道出来了。啥？对不起，你们两兄弟今天一定要有个人吃一口，不敢吃的出来猜拳。你跟阿良出来，一把定胜负，用门牙咬一小口就好。剪刀石头布。咋了？好臭！真的假的？哎。好好吃哦、我一个人吃完一只，哎，掌声鼓励。我跟你讲，它不能融化，越来越臭。现在真的是难掩兴奋之情。我现在到了一个几十年的老店，这几年了，这家店几十年了吗？60年的老店，我的天哪！小蓬莱要来吃他的早餐，传统的马来的早餐啊，马来的华人吃的家乡面包，其实我们在台湾看的很多了，家乡面包咯，还有这个蛋，半生熟蛋，花蝶包，大概半生熟的程度呢。然后呢，正确的吃法呢，就要加上这个是咬啦，你记得吗？然后这个叫做居抢环，哎，那居抢红雷比那某行啊，没有那个线，也没有那个居抢都没有，但只是做的像居抢环了。然后呢，喜欢胡椒的。也可以撒点胡椒 ，OK， mix together 啊，像打蛋呢、啊，现在台湾缺蛋嘛，吃下蛋，然后这个才是他们那个正确的吃法，家用面包这样拿起来，我刚刚才学会，要沾这个酱起来吃，胖死我的命，他这个吃咸的，吃咸，然后这个呢，家用面包又带点甜，这种吃法真的是，哎，太神奇了，原来我们在台湾都吃错了。那叫做爽爽吃，
这个我就不相信我们台湾有人跟你介绍过了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有虾酱，可能有些人怕虾酱，因为虾酱有个腥味，但是我觉得是 OK 的。哦，这个蛋酱的吃法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人来讲可能稍微生了一点，可是我觉得是很好的。这就是我们这次旅游局的负责人 Pauline 啊，他们家了 Pauline， 还有阿峰啊，阿峰是我们的导游，导游啦。有加菜包，有加菜包哈，好吃。有些人喜欢吃那种切到很小块很小块的，我会特别要求他说啊，多加醋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是好好吃哦，真的，我骗你。马来西亚因为比较湿热，所以他多少东西都会加一点辣椒。下一坨，福建虾面。好的，福建虾面，吃福建的虾面呢。哎，好重要，福建黑米、糯米啊！台湾的吗？对啊对啊，我好喜欢看你演戏耶！真的真的真的。Thank you。我们看一下他的啦，这个黑米敢看我买下来，哇塞！因为我们槟城福建人多，它的汤特别的地方是什么？是虾汤，它是用虾的壳熬出来，它有分卤的汤，对对对，有个清的汤。我跟你讲，这家绝对是霸屏喝起来啦，而且又是粉丝开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试试好吗？没有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很少说吃东西会笑出来嘛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怪不得刚刚那个戴先生说他会怀念这边的食物，这是有原因的。这都是咱台湾的凤丸呐，人家叫做霸丸。大哥，你的哎，这还是这么年轻。嗯，眼光好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我跟你讲，怎么会真的好好吃？太过瘾了，太过瘾。它这个味道也是台湾没有的味道，台湾的汤头没有这么浓，汤头比较轻。因为现在以 street food 来说哈，台湾反而。以前老的东西比较少了，我们一直政府一直在保留。我们这边呢，假如你要做福建虾面，正宗桥头福建虾面。这个呢，因为老板一直在忙，我都不好意思过去传他了。我给你拍一下照啊！哇，你看他忙成这样子，他从刚刚我们进来吃完呢，他手没有停过。早上几点开的？早上一点。七点啊，这样子忙大概会忙到几点？11点。中午11、12点啊？哇塞，没有停过。早上七点，大概卖5个小时左右了。今年二十岁了吧？38。家里的这个生意不简单。爷爷的哈、哦，爷爷现在还做吗？有，还健在。还健在，还在做。休息了。拿上来最后一碗了。没有，没有。来春掌。我啊，来来来，凯哥，来，我们的那个相机给我调给你。被木药烫伤太意外。是吗？真的。是啊。我是木药。来，木药粉，你看到不？我很喜欢吃娘惹，因为娘惹菜它不同于马来菜、福建菜、海南菜跟马来菜的综合，但是它不会太甜，马来菜通常都比较甜，娘惹的糕呢也不会太甜，比较清淡。像娘惹糕的话，现在菜市场也可以买得到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还有现在的华人小孩子满月的时候啊，会点那个什么满月礼，也会有昂骨贵。我觉得昂骨贵哦，做的 size 刚好，那台湾都做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刚好一口。就结束，拿沙拉。它那个沙高酱是偏甜，所以它会淡化掉那个辣味。那沙一定要喝它的汤，每一口喝到的汤都有鱼肉的成分。纯粹真正的娘惹的拉沙，把它用手。哦，对，我知道告别，我真的变。哇塞，它就是有一种很迷人的风味。这是什么？兰花糕。它这上面呢？加鸭酱就是那个甜甜的椰酱啊，椰酱。哎，这家真的有水准，我也没有讲假。因为你好，台湾的粉丝吗？自己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旅行啊？
哎、欸，厉害啊！出国多久了、啊？快两个月了。快两个月，一边旅游旅了两个月。对，我从泰国。真高啊！凯、欸、特、哦，最可爱的粉丝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哎、欸，很少有这样漂亮的粉丝，对啊，一个人这么傻逼气的旅游两个月的。我们每次看到台哥的粉丝都是男生，都是男生。好 ，Thank you。谢谢。所以你在这趟旅游是到了几个国家？是在马来西亚？从泰国开始。从泰国开始？从曼谷吗？没有，从清迈，然后一路就是往南到曼谷，然后南边小岛。你自己一个人去小岛？对，我都自己去。阿罗呢？就都很难呢。你平常都自己一个人旅游吗？对，就是自己去玩的。你是有跟人群沟通的困难？没有。你不讲说你在工作，我会以为你还在大学读书。怎么说服爸爸妈妈说，哎、欸，我想一个人去工作？他也是要说服我。就是，因为没有跟爸妈拿钱。啊，对呀、啊。成年了，所以就，所以就他们没有。会不会想要有一个旅伴？我应该是蛮难搞的。蛮难搞的，我想想。没听过，没听过。处女座，是不是天平呢、哦？啊，土象最高的，我也是金牛座嘛。土象三个，你猜到两个。我猜到两个了吗？对。啊，还有是什么？还有摩羯座。摩羯座啦，这有点难搞。那你们前面开场的时候有解释说为什么央哥去了，然后没有人解释，没有人来解释，没有吗？对不对？看看我用的照片哦，我帮他拍的。我们听起来怪怪的，我看一下。看这个太鸡了，太鸡了，你有那个大？这张是最鸡的。哇靠！哇，好鸡哦！这也是 Eric 爸爸。啊 ，Eric 是在石盘上，哎，这张，这张，哎，再往左边点，你往左边一点哦。这张好吃啊！太鸡了，太鸡了。我们今天在吃那个福建虾面，最好笑。他不是先认出台哥哦，他是先认出蛇哥。太好笑了，蛇哥还有知名度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几率是偏低的。你们靠台哥叫我。你要有这样秀出来，我问你说，你那个冰城之旅觉得好玩吗？超好玩。超好玩是因为我们那个粉丝呢，搞不清楚我们节目叫什么，叫做木曜市超好玩。哎，我们感觉叫木曜市超好玩也不错啊，也不错。木曜市超好玩，可以的。有人大家开不开心啊？好，最新单元台哥 Eric 吃饭去，好喜欢的单元 ，check it out。一听就知道在干嘛，哇，这标题起得好，好烂的标题。黑油鬼，这是柯南。它是香蕉变成的。我们这边一般都比较相信说香蕉树会比较易举些。哦，真的哦。所以我们好像有时候就是会去外面很急想要尿尿，我们也会避开。跟我们以前的那种厕所。好扯。再卷住了进去，不要。两个不。过完。好，走走。走了，快点。怎么走到那里了？现在。不要再回厕所。你去看他侄子，他是那个咬的侄子，好像哦，好像。今天我们来的这里是中国的，中国你们应该是还好，中国就是那个僵尸。握一下，哦。你抓着斑斑，你抓，我才没有斑斑。卡托，我也做了。我不要。
你咬着这个。啊，下不来了！打地鼠。这边娘惹菜的这个咖喱鱼头，完美的，太完美了！再来个虾，再工作一次看看。马来西亚跟华人结婚以后生的孩子叫娘惹。他们全名是叫爸爸娘惹，然后儿子男的就要叫爸爸，女的就叫娘惹。他们有一个习俗，就是说你煮的好吃才会嫁好老公，所以他们就一代传一代，就是把自己的厨艺交给下一代。所以他们的菜色里头呢，会有马来人跟华人的口味在里面。这样子推荐，炸龟卤肉好像少一点，真的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哎，都吃饱了吧？好，谢谢喽，辛苦了，谢谢。还没有 ending， 没有 ending 啊，没有 ending， 玩就是哪有 ending 呢？玩就一直玩喽，没有吃到完吗 ？OK。搭新宇航空，而且这次不一样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里好像位置更大了？这里是豪华经济舱。小安，欢迎登机。今天为您介绍一下我们豪华经济舱。前方的荧幕的话，我们准备的是15.6寸的荧幕，它搭配我们4K 高画质，在飞机中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电影啊，或者是游戏。那您的座位豪华舱的话，会比经济舱再大一点，我们前面的展示空间大约有40寸的距离。木曜要去日本出外景啊，这次就是新宇航空的商务舱。欢迎登机，我今天为您介绍一下商务舱。那么商务舱这边准备的是49寸高的座椅外壳，以及大尺寸的拉门，让您在航班中有享受。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有隐秘性嘛。对对对，我们就把它关起来，你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这样子。然后这个我刚才讲了，我说这个荧幕太大了，他们荧幕太好了。24寸大荧幕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4K 高画质，所以在航班中可以享受高画质的电影啊，还有游戏。那在您座椅旁边的话，这边有座椅的触控按键，它有全平躺式的模式。那还有我们最特别的是 Zero G 重力模式，让您在航班中能体验像在太空漂浮的感觉。哦，它那个腰刚好撑起来。对对对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有发现一个很特殊的点要讲，我发现新宇的学姐核心特别强。你看他维持了一个1/4吨的姿势。我讲，他不仅核心透彻的大腿肌很强，已经在用力了。你刚刚有注意到对不对？厉害！来暂停，我刚好看。不是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透过这样的，是这样，我没问题的。谢谢。这边给您介绍一下，他这边有自己的专属置物空间。那我这边还比较特别的是，这边有那个。手机的蓝牙充电器，就放上去就充电。对对对，就是无线充电卡。这个太厉害了，我要想体验一下。那这个航班哦，有头等舱，今天可以去看一下。是不是？万一要是没人的话，那好。哎，这不是差不多吗？哦，宽多了。哎，这个宽多了，这个宽多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这边为您介绍一下头等舱。这个我。舒服，真的。我们这边
的座椅外壳它准备的是60寸，所以就是更高，然后更隐秘的一个私人空间。它头等舱这边有前面专属的 mini bar， 它有 mini bar， 尊荣的享受。哎，我跟你讲。真的我不行，我真的在这边真是太爽了。学姐还有杰克，一定要跟你讲，他一定要告诉你。你讲，我就 relax， 因为我没有办法，你讲。好的，那我们头等舱这边有无线充电的功能，有无线充电。现在这个小空间，除了让可以放贵重的物品之外，也可以充电。是，然后这就是个化妆箱。比方说，我看看电视。哎，你还在？我想你看看电视，突然间想看看自己的脸。就这样，舒服。我跟你讲，差不多起飞了，请您立刻用滚筒。我坚强这种话，他这个不可能有别人。各位贵宾，早安，这里是加州广播，小时35分，我们即将升空，到10分钟左右开始后退。各位观众。木曜呢又来日本看一个系列啦，看到没有？列车，先看一下列车，直接我们在讲话的列车就进入。哎呦，好的，台哥跟你报告一下，就是来日本的目标是要拍到2次一日系列。对对对，今天是我们第一天到，这是移动日，我们来拍一个简单的。就是，哎呦，我怎么？蔡哥是把他们两个拆散，也没有没有没有关系的。听我讲，听我讲，蔡哥暌违4年多，在跟木曜来日本出外景，没有错 ，yes， 北海道。本来是想说他用吉他出场，对啊对，但是刚没有接到吉他。但是台哥，我跟你讲，4年前我是很紧张，对，现在我游刃有余，我再加上那个吉他，一样受不了。我可能会想离开。今天呢，先拍一个小小的阿公 vlog。好，我请你讲快一点，因为我快时间快来不及。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是早班进来，所以有不能讲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脉搏有点变弱了。我最主要是我已经查好，东京都呢有三个名城可以去，宇多就江户城，哎呦，他就济就花王子城，但是离这边比较近的，你先等一下，是小原田城。你先听我，小原田，先听我，先给你差不多30-40秒的时间，跟完全不了解的。打比如一下，名城的魅力在哪里？我平常的来日本就是这个最吸引。出外景的时候，里面是盖印章的哦，盖印章是在这本。名城的 Stumpjo， 好浪漫哦 ！Stumpjo 的是呢 ，Stumpjo 你看，没有哦，看到没有？真实，Stumpjo的是呢。哎，这样子，我先问一下，跟我有一起去名城经验的人，你过来，你要不要跟我去小小田园？小田园应该说49公里，是永远，我们坐转三趟车就到。哇，转三趟车。先表决想去小田园城，请举手。是没错啊，那我再表决，我们这是民主。请问想去看钢弹的？我跟你讲，勋基不想去。勋基没有手机举啊，他是怕手震，他两只手拿着机器。这个嘉颖，嘉颖不想去，嘉颖想去挑战一整天。看到没有？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会让你选择不去看钢弹，而去跟台哥两个人去看小田园城？是不是？你是怎么了？喜不喜欢我跟花哥讲？喜欢台哥。是因为喜欢我。不要录了，停机。両足の減速器の摩擦抵抗も目標値に収まっています。僕はそうだ、僕はアムロ。ニュータイプなんかじゃないんだ。未来への可能性は彼にだってある。これからの時代は君たちのものだ。早急に明日の準備に取り掛かるんだ。了解。日本人有点厉害，就是他们给全世界小朋友梦想，很多梦想。哦，嗯，真的，这倒是蛮不分国籍。Yeah!
的，合体的，合体的。我们先跟观众讲一下现在的情况。现在是我们第一支一日系列拍摄的途中，对。然后早上已经拍摄完了，然后晚上呢，还要来拍 vlog。来到这个是什么？未来科，未来港，是。哦，相当的惊悚。我也想做那个粉红色的雨桥，不觉得很好玩吗？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去排队。要去排队。好嘞，是哦。我们想办法钓你。抓完机器了，出发，走。哎，我真的不敢坐这里。对啊，我们排队。来了，我排完，然后你们过来再继续玩，然后我再去排下一个，这样。可以这样子。哇，你这是来干嘛？不然呢？你什么都不买，又不排队啊？哎，对啊。好吧，走啊。再见，再见了，各位。再见了，大哥。再见了，大哥。如果临时起意的话，可以来哦。冰冰，再见了，冰冰。自己在哪里？到啦！再见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Carve your name next to mine on that big oak tree. It's how you want it to be. 哎呦！ Bring me things from the store. 不相信。问你在哪里？Cause I do the same for you, just like I'm supposed to do. 啊啊！他标速了，他进行标速了。不会不会，你看一下风景，摩天轮在左边。的云霄飞车蛮像，但我觉得是在终极版，它要加很多突然的速度的东西。对，我觉得就小东西小 case。确定你再讲一次啊？我觉得很简单啊，就是它转出去的时候会哎要跑出去的感觉，但是呢，我们四个人都在一起，相连的，不会有问题。你刚刚上面有尖叫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我刚刚在讲它是哭的。去那个云霄飞车，还是云霄飞车？云霄飞车那个粉红色还没玩呢，很好玩。这个要再做几次我是 OK 的。这就是孟哲最迷恋的东西，这个动作，哇，这个动作，孟哲可能会受不了。孟哲抓到了公仔，你也抓到一只啊？我刚才3200。3200还可以啊。哎，这做的还蛮细致的，我看。就是。来，台哥，我们上去，他们要去别的地方玩。跟你讲，我脚整个皮掉。你什么事也没做，你该不会不行了吧？我今天骑车骑成这样，我还要怎么做？骑车是引擎在跑，又不是你脚在跑。我真的，先上去。我讲句实话，你们都把我当成20几岁的人在用，我真的是。每个人都说没关系啦，没关系，去去去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这样好像很有信心。试过都来招不行，哎，来上上上。不可怕，都还好，我 OK。其实不恐怖，而且超好玩的。
我觉得这个云霄飞车可以列入一定要来的。对，这个可以哦。敢问大胆央心得。我觉得很好玩，哎，这边蛮值得来玩的，都蛮刺激，而且它有兼具美感。就它这边的玩的时候，你会看得到旁边的景色。对。但在这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如果怕晕的人，这边的游乐设施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微晕，因为它是铺地比较小，所以我觉得很多那种旋转的，哦，它转圈圈会转比较多圈，因为它要运用那些地方。对对 对。但是我是觉得哈，怕晕的人也可以来，哎，说明女生或男生对你晕船哦，赞赞。尝尝看，好，我们刚刚已经吃了布拉吉的午餐，然后现在是要吃布拉吉的冰淇淋，好特别哦。所以这边是盛产布拉吉，到处都看到布拉吉。哎，其实布拉吉没什么味道，哎，一点点咸咸的，也是咸甜咸甜感，其实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还好，没有到很违和感。我觉得它跟我们刚刚吃的那个鱼冰有点像，对，异曲同工，好像加盐巴。因为像那个一般什么焦糖盐冰淇淋也很好吃，就是咸甜咸甜。对。来了，来你丢。干！不能讲脏话，应该是讲脏话吧？对对 对，你讲脏话的关系。哎呦，碎哦！心想事成，碎哦碎哦。来，你们两个人一个。你刚才丢一次没有成功，我还没丢。那他先好了。好。你们不会在这里花光身上所有的零钱吧？访问的环节，高老师，那我问你哦，你当初是怎么知道我是谁的？怎么知道你是谁？对，因为你在讲一个什么东西，什么什么的部分，然后很烂这样子。哦，你有看？你自己看 YouTube 看到的？看到，然后说这人实在太烂了。那你为什么用我们公司的摄影机在为做你自己的节目？档案想拿回去吗？没有，随便乱问的。这个蛮美的。你说这厕所？这厕所哦，有没有人要上厕所？没有。重机坐起来怎么样？屁股好痛。大哥，大家一起出来玩，什么感觉啊？我们是一个小小访问的桥段。这是什么哪门子的鸟桥段？啊，一起出来玩当然就很好玩啊！认真的，认真的，认真的啊！因为其实跟没有一起出来玩的人，像我这次就跟你一起出来了、哦、真的真的是不是，对，就比较感受不一样，心情也不太一样。这一次的香知岛这些啊，重机啊，感觉怎么样？蛮特别的一个回忆，因为我觉得人生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会就是搭重机然后来这边旅行。那你最印象深刻的是什么？就是我的脚很酸，我觉得很像是来那个腹肌训练，还有核心 and 我的大腿肌群的训练。赞。
一日重击香兰之旅的 ending 啦、啊，好不好？恋懂龙中，希望大家都很爱我们的木曜四烧丸，叫木曜四烧丸做的长长久久，红红火火，大家开心。浓恋的中。千辛万苦上去敲了龙炼脑钟，龙炼脑钟，还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所以我们急急忙忙敲完，我们赶快让给别人，等一下，对，好不好？这一路上呢，算是蛮开心的，很 OK 啊。好几年没有来到江之岛，一样说是很累，是他比较暖酸。我认识他八年多，他第一次抱怨，第一次抱怨就抱怨三年。不要是录了来不及了，我只是怕来不及。我想是这么碎念的一个，他是最怕跟那个蔡哥两个人，万一在练之中叮叮当当乱敲一阵，万一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怎么办？哎，他把纸质虾加进去真的好吃。哎，你怎么会放弃主持直接开始啊？因为很受不了，因为老鹰在上面，老鹰万一老鹰活下怎么办？老鹰跟他起重机一样，有人在克。所以你们刚刚途中想吃的，美味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那、啊、这一整趟的旅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总结一下，我觉得就是大家很投入在一起玩的那个过程，然后每个人都会互相聊天，而且都聊很久哦，是真的有那种深刻的那种记忆，跟上次在北海道的时候，那个回忆又涌起来了。感情有更深吗？完全深到不行。我好不容易忘记北海道的记忆，现在又涌起来，我又涌起来了。啊，那个长达半年的重机计划总算告了一个段落，台哥也正式成为重机一员，不是成员的一员。慢慢，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自我。Ski and snowboard， 走走。谢谢蔡哥。耶！如果这一次500万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好了，500万，看你的了。我已经冲不到500万，你太看得起我。蔡哥过桥。还耍瞎花。走，不要理蔡哥，走，拜拜，过桥，等到500万的时候，你们再来这边找我。好，点阅500万的时候，不拍了，走，大哥。哥，订阅500万要很久哎。不拍了，走，不理他了，赶快走，他好吃哦。走。The great yellow sun is reflecting in your deep blue eyes. The day has begun.You spin around, you laugh to yourself, and I see you shine in every color, resting your head in my arms. You sing la la la.